高雄民生医院爆发医疗人员搞错病患开错刀，误把低血压、中风住院的黄姓患者当成同病房另一名要开胸腔引流的病患，无辜的人被推到手术室开刀，离谱医疗纠纷从上到下螺丝都松了。而追究从一开始的工友搞错人推错病床，病房的护理师没发现，开刀房的护理师、麻醉医师、指导医师通通都没确认，五个人被记过。民生医院发生的这个错误是属于低级错误，很不应该。连市长陈其迈都觉得离谱，民生市立医院怎么会犯下低级错误？经过人评会开会决议，惩处再扩大，包括了副院长、外科部主任、医疗部主任升阶一次，而开刀房的主任、开刀房护理长升阶两次，民生医院院长严嘉琪免除管理，被拔掉院长职务。即日起由市立医院管理中心执行长林蒙乔医师代理院长整顿调查。卫生局今天依医疗法第108条。处民生医院最高50万元罚款。卫生局开罚50万元处分，要求医院提出重大改革方案。而民生医院没确定病患的身份就开刀，整个环节爆出大乌龙。前议员陈志忠就说，出包已经不是第一次。外籍移工的健检的一个业务，那因为出了问题，所以评鉴没过，被卫生福利部把他废止他的一个资格。所以导致他要一年之后才能够再重新申请，所以导致整个大停摆。大塞车。民生医院过去承揽外籍移工评鉴业务出包，导致事故上千万元收入化为乌有，这次又发生重大的医疗疏失。卫福部次长王必胜也认为民生医院开错刀事态蛮严重，议策会将邀请专家找出根本原因，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。三立新闻主播洪淑珠高雄报道。